请问你叫六指渊是因为你有六根手指吗？大家都被我名字给骗了啦，其实我只有六根。我的左手突然长出了第六根手指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打篮球更容易吃萝卜，再也不能比中指了，连打字都打不好。这个理由让我感到害怕，于是我发愿吃素一个月，并试着喝蜂蜜柠檬。蜂蜜柠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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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蜂蜜柠檬。终于完成了，要趁右手还没发作前，赶快把左手先治好。没有变啊，我被骗了吗？难道说，怎么会有人跑到里面？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啊，西边黄河流。来呀，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他的一定比较神奇，喝看。变化吗？哦，好像有感觉了。哦，好像有效果了，它在变短哎。我来看看。啊，怎么变多了？想学特效，想分享自己的作品，快到六指渊秘密教学社团，脸书搜寻六指渊特效教学，限时开放加入。Thank you.